在这世上有一种猛兽生物与大家息息相关，其特征为大嗓门。小银钻，好啦，叫什么啦？再叫几遍，出汗，出汗，出汗。节俭。哎、欸、妈，这饼干过期两周了嘞，可以吃了，是用钱买的呢，不要浪费。啊，这包嘞，可以吃了。不行。哎、欸、妈，哎、欸、妈，我可不可以去勋哥家玩？不行，太远了，危险。哎、欸、妈，我晚上可不可以去打篮球？不行，太晚了，危险。哎、欸、妈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品味独特。小英，哦，好呀。看妈妈在请我睡不？对哦。健忘。小英，去帮我买酱油。我上次不是才买吗？用完了啦。怎么可能啦？你是不是放在储藏室？有吗？我都没印象呢。哦，原来在这里哦。长辈图。你是霍克吗？尽管他性格古怪，又爱碎碎念，但他还是我最爱的老妈。你有多久没有好好陪伴你的家人了呢？趁母亲节回家一趟吧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！